好，我们在西安的，我们准备爹爷给他带去海南。飞机。哎，妈妈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们走啊，坐飞机啊。哎，你去坐呀，你关不关让我拍？你赶紧去拍呀。豆豆你赶紧上啊，一会儿他不带你了，你说。仍需帮助他人。什么东西？鱼啊！拿着这个鱼给舅舅啊，给他抓，舅舅。这里是自助餐海鲜的早餐，我们去那里烧，带着爷爷。从哪给我钱啊？爷爷，来吧。好好来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他还会跑，我要不得这样摁着，该谁不行啊？哎，行，可以，这个跑了，这个跑了，跑了就让他跑了，你捏着捏着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我给他拿走了，拿走去煮一煮，煮熟了就可以了。豆豆来捞一个，放我盘子里来。豆豆，回来！哎呀，哎呀，给我过来！哎，来了！快走，快走！要我打不着你。啥？游泳。游泳？你想去游泳？你看，人家这会儿水都放了，明天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游，行不行？行，我今天就。
告诉王珊珊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你不听话。珊珊又哭了，爸爸。我现在正拍着呢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别拍了。爷爷坐飞机的时候头晕不晕？好好好。海鲜粥看着不错，这个爷爷应该能吃吧？那边有玉米，不行，给爷爷再拿俩玉米。他这估计出来吃不惯。玉米没有了，拿点红薯。啊，那也行。小猴子那块儿，爷爷说有螃蟹，等一会儿。